接见时光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《海贼无双三》。今天我们要用的就是上次我们所打败的白胡子，没错，他是超人系王子之子啊！我们已经练到46级了。那硬币的部分呢，我们已经有把它用出来天地明动这个第二大招啦。哦，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到底他打出的招式有没有说如此的传奇啊，好不好？来看看阵阵果实的威力啊！阵男，来了，我们今天要打什么呢？护送女士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没有特别要打谁，因为现在没有通气犯了哈，我们就来用这个吧。护送女士 level 20级，娇弱的女士正在等着你，好不好？前面还有丁奇，最后那个是红发杰克香克斯啊，我们出航吧，女性军红发香克斯哦，他应该蛮强的，排在最后。我们慢慢打，我们还有一些人呢都还没用出来了，还有一些人的二招呢都还没出现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登场人物有谁呢？我们是裴罗娜，哦，我们是跟裴罗娜还不错啦。白胡子 ，OK， 开始战斗。我上次呢，之前选女性军呢，结果是跟伊娃科夫还有 Mr. Two 他们在一起。OK， 赶快吧，来看看他的大刀究竟会打出什么招式呢？哦，走错边了，保护他们看看。我觉得白胡子一出来呢，那种霸气就很有。来吧，来吧，队长是不是？我们就马上用我们的阵阵果实，先使出五连技。哇塞，哇塞，进专播啦哦，全部都被我震翻了。来用一下组合技 ，OK。打开海贼队长，你想干嘛 ？OK， 马上丢！哦，千金突刺刺，鲁夫来了，我们居然要跟鲁夫对决！哦，来来来，大招大招大招，棒啊！哇，好强哦！这招好强哦，四个方形加一个三角形长按，哦，这招真的太强了 ！OK， 哇塞，一拳差气的，我们来用一下第一大招吧！来了，一骑当千！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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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才第一招就这么强了，等下第二大招天地明动不就更强，强到爆 ？OK OK， 哦，还有可以卷龙卷风，哇塞！我看到鬼魂了，我看到鬼魂了。好，我们待会要跟他合体了。现在打谁呢？前去护卫裴罗娜到巴拉蒂的甲板，这个不是海上餐厅吗？是不是 ？OK， 来吧，我们打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么多人，就让我们合体看看吧。乳臭未干的小鬼们。悲观鬼魂叫做什么呢？神风当千，哇，好帅啊！哇，锐不可挡啊，真的是太强了！啊，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第二大招是什么。我们还可以跟谁合体吗？不行，目前只有他。OK， 那个也来了，西萨也来了。OK， 哇塞，吼，好混战哦，人太多了吧？我们现在打裴罗娜，我们现在护送裴罗娜，不能让他死掉。谁盖一级啊？我们先把这边抢出来好了，来吧，就用我们的第二大招，天地明动，来了，看看大招到底长怎么样。难，哦哦，用扯的，哇塞，瞒天过海啊，这比之前那个圣品的那招还强啊！哦，他是扯海，让我们直接把整个时空给扯坏啊。OK， 前去击破战逃网跟 Cisa， 好，在前面是不是？来来 ，OK OK， 我们的刚刚的任务裴罗娜已经成功了，已经护送他了，那现在我们就来打吧。Zisa， come on come on， Zisa， 瓦斯奶奶，和平主义者来了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再用一次好了。既然这么好用的话，天地明动，整个地板都让我掀起来吧。死啊！哇塞，直接甩掉啊！直接赢了，好强哦！这招也太 OP 了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，鱼人来了，鱼人来了，赫蒂来了，赫蒂啊！现在凯撒加入我们的行列了吗？我们先去啊！糟糕了。掩护裴罗娜，我的裴罗娜会不会被打死啊？走开你们，走开你们，走开你们，走开！哇，龙卷风啊！怎么还是走不开？快点，裴罗娜，糟糕了，他陷入苦战了，快点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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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任务成功，哎，这样也可以成功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们合体吧，合体一下。哇，超有霸气，超有尬词的，来了，我们看看这样会不会更强？哇塞，直接一戳就夺取地盘了，1500人 KO。看一下他那个阿万招，阿万招，阿万招什么？哦，也是震的，直接打到那边去了。嗯啊，我知道，真的好厉害哦，真的太强了，不愧是四皇之一啊！哦，厉害厉害，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那个羁绊突击，羁绊突击，继续从那边打，成功击破了。2345，哎呦，没有出来，前去掩护裴罗娜到甲板。哦，所以这关就是这样子，一直在保护他就对了。海军队长，我输了啊，但我会输啊！哇塞，哎呦，藤壶、刺拳都出现了。
哇塞，真的是哦，很像这个历史性的一战啊啊、哦！我们先去打败他们吧。佩罗娜应该没问题吧？他自己给他被关一下，其他人就沮丧了起来了。必须彻底击溃邪恶，好好看着吧。藤虎到底藤虎比较强还是赤犬呢、啊？我觉得应该是藤虎吧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来吧，天地明统直接来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跟别人合体了，可以跟 Zeta 撕毁你们，撕毁你们的时空。OK， 哦，哇，剩一半了，剩不到一半了。OK， 我们跟 Zeta 合体了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三人合体。我们已经击破了，真的击破了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他叫我们去救乔巴，是不是？救乔巴。就算我撤退，正义是不会输的。你已经输了，因为你并不代表正义的那一方啊。你看起来就很奸诈。白胡子击破藤虎了，太强了，我们实在太强了。从这边快点快点，我们的力量快要没有了，我们直接轰了，直接轰了。别小看白胡子的力量。卢秀未干的小鬼们，悲观鬼魂，燃烧系。我杀米欧格当千，也是超强的哦，差一点点就直接占你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那我们再让你看一下第一大招好了哦。来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的隔壁机器，风嘎，夺取地盘啊！气体的力量还不只是这样哦。哎，大队长直接死掉。来来来，继续打继续打，蒙卡又来了。这是蒙卡，蒙卡是统帅就对了。我们再来合体一下，还有谁可以用？哎呦，可以跟乔巴哎、欸！哇，嘣！吼吼吼！这招真的超有魄力的啦！干嘛干嘛干嘛？五连击 ！OK， 羁绊突击，羁绊！哇，嘎楼啊！哦，他在我头上卷了。来来，继续继续，我们继续打继续打，你们在干嘛？快点收拾敌人啊！报告报告，统帅，我们收集不了他，收拾不了他。哇塞，击破可以直接抓，可以把他们打起来。哦，再继续抓，哇塞，超强的。继续，我们等一下跟乔巴合体看看，看是不是很可爱的招式呢？我准备好了哦，我们前去下一个点，下一个点，把这边占领起来。Mass， 这应该是四人体四人的合体技。Come on， 一。二三四，啊！嚯，真的是太强了！三四，我们再用一次这招，哇塞！来吧，看一下合体好了，因为他们快要病恹恹，快全部要死光了。来吧，流血未干，悲观鬼魂，招式不知道乔巴叫什么，蓝波球克地来了，椰子当千，这个有点弱哎，没错，但是还蛮强的啊、哦，蛮强的。继续继续 ，OK， 前去击破，我们就赢了。OK OK， 果然是阵阵国师的高手啊，王子之子啊，哦，白胡子可不是叫假了。之后也可以用黑胡子哎，不过比较想要用那个帕涅什么涅尔忘记了，天神那个有没有？来来来，直接火力系啊啦！啊，尬聊，再加个大绝哦，天地明洞，蒙卡接招吧，你能够抵挡我的撕毁吗？啊哇哇！一格不见啊！好，我们继续打，继续打。OK OK， 一、二、三角形连续技，继续打。OK， 抓我们抓我们抓！嗯，来吧，再来一招，天地灵动，继续用。蒙卡准备受死吧！我死！哎呀，才一点点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要启动英雄力量吗？好吧，再合体一次吧，合体一次吧。再我们看看我的阿万技。阿万技，阿万技，来吧！嗯，哇塞，欸、没有很强，想跑啊，想跑啊！乳臭未干啊，直接攻击啦！悲观鬼魂，人中气，人不露，好腿，椰子当千呐、啊，好强哦！打到那边去了，晕了是不是？还有什么招吗？我们看看，一、二，哇，哇塞，击碎，击碎，一。哦，我还可以接，然后再接个一骑当千这样子，直接连续技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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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你啊，蒙卡啊，你不要以为我也怕你、啊，虽然你也是拿刀的啊、嗯，但是我才不怕你呢。哇塞，直接尬掉，这招超强啊，这样可以连招哎。哦，来来来，他的刀，你的刀有我大吗？有，他好像比较大一点。OK 了，直接打败了。白胡子击破啊！这关就这样子，赢了。
哇，白猴子果然是不同凡响，我们应该用它去打那种比较高等的，好不好？之后我们往前一关，就快遇到丁奇了。那我们还是有一些哦 ，SAS， 没有像上次有三个 S。OK， 还不错啦。哦，硬币好多哦。哦，硬币之后我们可以用在别人身上。来吧，我们继续看看前面那关是什么。前面那关好像就快碰到了，然后楼顶，哒啦哒啦当，开启了，开启了下一弹。OK， 有吗？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继续。哦，50级耶，能力者殊死战哎，对嘛，应该让白胡子来打这关嘛，好不好 ？OK 啊，下一集我们就看看还有什么角色可以让我们使用吧。大家拜拜，大哥来了，大哥来了。哦，大哥有武功底子哦，真的呢，大哥比较强，还要抓我，我先把小弟干掉。我要跟你一对一的比赛。